好，我们来看一下3.3的练习，面积和体积的测量。一个长为1.6 米的，长为1.6米的，宽为2.5米的。虽然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哈，一般上我们比较长的那个叫做长的，比较长的叫长啊，比较宽的那个，比较短的那个叫宽。这个长跟宽应该是对调的。But anyway，这个形状的。OK，2.5，这个长方形最多能够剪出多少个边长为40 cm 的正方形？然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 m 是多少 cm，它相等于160 cm。2.5 m 呢，它相等于250 cm。所以160 cm 呢，因为它剪的是40 cm 的正方形。我们160除以40的话，你就会得到4片。换句话呢，我这一边可以剪出4个正方形来。那2.250呢？你除以4的话，40的话，越掉一个，你就会得到6424。这个余义啊，你可以不用管它。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它的长度不够，长度不够，所以它可以剪到多少个出来呢？它可以剪到6个出来。这一片呢？它不够长，不够40 cm 啊，然后呢，你就会算到六乘四嘛，6424个。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同学会算到25呢？至于20是为什么算到25，我就真的不懂。OK，25我可以解释为什么，就是这一片哈，这一个一哈，四分之一呢是相等于多少？四分之一差不多是10 cm 的一个宽度。最后其实它是一共是160 cm 乘 10 cm，多余出来的。换句话呢，你乘出来就1600 cm 平方。也就是说，同学们有一些同学是怎样算？他是直接两个相乘变成了面积，再用40乘40变成了面积，再做除法。那这种情形呢，你就会把这个不成形的正方形也算在内啊，然后呢，你就会多一片出来。你看啊，它一个是差不多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刚好加起来等于一，刚好这里加起来会等于一片正方形的大小。但是问题是，它是不是完整的？不是哦，它是最后你可能要用 cellophane tape 把它 tape 起来，它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那这种情形我们就不要哦，就是这种不完整的正方形呢，我们就不要了。OK，所以这题哈，very tricky 的一题啊，答案是24啊，答案是24。第二题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有50 cm 长、10 cm 宽的一个长方形，我要剪成最大的正方形，怎么剪？当然，因为这里只有10 cm，我只能剪这里10 cm，只能这样子剪。剪了之后，它面积减少多少？就是这一片嘛，减少这一片。这一片的话呢，应该就会变成了40。对，50减去了10，就变成40。这一片的面积就会是40乘以10等于400，它就是减少了400 cm 平方啊，这个意思。OK。我这题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答案是 A。第三题还有图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图里面每格的小格的边长是2个 mm，2个 mm 乘2个 mm 就会得到4个 mm，啊，所以这题其实是4个 mm，但是呢，它的面积是多少？我们首先要来先算一下它的格子。哎，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这个应该有47，这个应该有48。49、50这个应该有吧？55亿这样子的啊，还有吗？还有哪一片会多过一半啊？五十一，
但是这里选项可能是52了，然后注意一下，52呢还要乘4，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我算漏了，对吧？啊，anyway，它是52了，然后应该是算了52，它整个东西呢是26的倍数这样子，26乘2，应该是56除以2会得到这个，乘以2会得到这个。乘以4会得到这个，所以你算少一片两片呢，它你要选最靠近的，应该就不会错了。主要呢，52乘以4，428，好，5420，它就会等于208。所以这题它算完了之后，你记得要乘以4，OK？所以这题的答案呢是208了。来，这题的答案是208。啊，很多同学为什么讲，哎，乘以104呢？就是乘以2。你不要看到它边长是2个 mm 就乘以2，它是边长2个 mm，面积就变成4个 mm 平方，所以还是要乘以4啊。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陷阱。好，第四题，你是一个 meter cube 等于1000 liter，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哎，cm cube 跟 m milliliter 一样，liter 呢就是差3个0，哎，然后呢去 meter cube 呢是差1个0。这样他问说 liter 是多少个 cm cube？1000哦，对不对？差3个0嘛。所以这题啊非常简单啊，1000 cm cube。OK，第五题，现在呢有许多学校的教室呢，它都配了一个饮水机。请问饮水机每桶水的体积大概是多少？首先你要看哦，也是像刚才的那个吉隆坡塔的高度这样子的一个题型，你先看一下19 milliliter 是多少？一杯都不到哈，我们一杯水大概330 ml 左右，它这个一杯都不到，我们饮水机连一杯都装不到，那叫什么饮水机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太合理。再看一下19克，19克是那个质量来的，所以这个也不看。哎，即使如果你假如说这个19克哈，它换算去体积哈，我们有一个用密度的一个计算方式的话，它其实相等于19毫升 mL，哎，这两个其实是相同的，但是也是不合理了啊。再来，有些同学讲，哎，会不会是立方米？你想一下啊。19立方米，一个 meter 乘一个 meter 是多大？它有总共19片，这一个呢，相等于一个 meter 乘一个 meter 乘一个 meter 的，大概那个水积都差不多一个 meter cube 这样子的大小，分分钟都已经是超过了它的大小，你还要19个，19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可能就是我们的水塔的一个大小了，啊，所以饮水机没有人弄到这么大的。所以唯一合理的应该是19升，19升的话，其实我们那种有一些桶哈、啊，比较大个的桶呢，它大概是5个 liter，然后19 liter 可能它是4桶哦，那种4个桶加起来一个大小，然后稍微大一点的饮水机可能会有的哦，所以这个呢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判断它的合理性就可以了，OK，因为它们的那个整个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第六题，将5.2公升的水倒入底面积为80 cm 平方的量桶，请问水的高度是多少？OK，我们这样子来想象，量桶的底面积是80 cm 平方，它的高度，圆柱体的呢，它的体积是底面积乘以高，它乘多少的高度？才会等于5.2公升，主要公升你要换成 cm 平，cm 立方嘛，因为这个是 cm 平方，你换成 cm 立方的话，刚才我们讲了它相等于1000嘛，对不对？所以是5200 cm 平方，哎，立方，sorry，立方。所以我们要找高度啊，这两个相乘等于5200，那我5200除以80就可以了，5200除以80。约掉一个零，8485，6848，
OK，52减48得到48就会得到40，所以65呢，cm 就会是那个宽度了。好，所以这个呢有需要用到一些计算了啊，要数学要好了啊。OK，要换算单位啊等等的啊，然后呢要懂的是圆柱体的体积是等于底面积乘以高。第七题有四个量孔。它下表呢是它的四个量程，还有它的最小刻度。OK，程勋想要一次性呢准确的测量35 mL 的酒精，请问他要用哪一个的量筒？最小刻度什么意思？最小刻度就是说我能够读到它最小的一个读数是多少。一般来讲，最小刻度越小，它就越准。哎，最小刻度越小就越准。那如果是这样的标准的话啊，很多同学讲，像我们选丙咯，对不对？因为它最小刻度最小。问题来了，量程是什么？量程就是整个量筒最大的那个读数是多少？现在还要量多少呢？还要量35 mL 嘞，而且要一次就量到。所以如果你是只有10个 mL，我要量几次？我可能还要量3次、4次左右。哦，如果而且你如果量四次，你倒四次的话，反而会更加不准，因为你不是一次过量啊，你就叠加之下哦，可能你第一次量倒了出来的时候，有一部分又粘在这个量筒上面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哈，我们一般上不鼓励大家分几次来测量，更加它会更加不准。我宁愿你拿大一点的，一次过量完它，那个最小刻度少一点都没关系。好，所以一定要一次过量的。所以其实乙跟丙呢也是自动去掉的。为什么？因为它必须要量程必须要是30以上，35以上。所以这边呢，我们只唯有选50跟100。那当然，50的这个最小刻度比较小，所以最后这个答案呢就要选丙了。啊，所以这题的非常好的一个题目了啊，让你知道认识一下量筒的量程跟最小刻度啊是怎样的一个看法。第八题，若要将一个右图的这个杯子装满牛奶，它大约可以容纳多少牛奶？你装满，你看底面积是20，它的高是40，底面积乘以高就是它体积了。对，虽然很多人同学就讲，这个杯的形状不是真的圆柱形，它可能往外宽了一点，可能是大了一点啊。但是我们啊，粗略的大概啊，大约来计算，我们就当做是它是一个圆柱形就好了。OK，底面积乘以高，你就会得到428，一个零，两个零啊，两个零，800 cm 立方。800 cm 立方，哎，很多同学讲，哎，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单位啊，你要注意啊，1个 mL 等于一个 cm cube，所以呢，800 cm cube 相等于800 mL，所以直接选这个800 mL 啊，所以这个也是要对你，必须考你知不知道那个单位啊，mL 就相等于 cm cube，OK，这样子，第九题，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题目是什么？当一块橡皮擦置于装有25 cm3 的水的量筒，你丢进去一粒之后，这个水位上升27.5 cm 平方，你就减一减，相等于2.5 cm 立方，也就是说，一粒橡皮擦是2.5 cm 立方。我要丢多少力，我才可以升到50 cm 立方？你看，50原本是25，相减就会是25 cm 立方，除以2.5，怎么除？这里乘以10，这里乘以10，25跟25约减，你就会得到，哎，就是10力。所以我们要丢10力进去，它就会升高到50 cm 平方的地方了，OK，所以这题答案是20。有些同学没有想到要减回去这个25啊，所以他可能就用50除以2.5哈，算到就会是20，OK。
这样子了哈，要注意一下了。第十题，使用量筒测量，哪一个是正确的读数？OK，首先第一个标准，必须要垂直于量筒 B。好，所以这两个去掉啦，我们这两个来看。那我们要看上沿还是下沿？这两个其实都看上沿。但是你凹形的话要看下沿，这个就错了，这个看到上沿，啊，这个钱的符号哈，就不对了，所以正确的应该是tic-tac-toe 的这个符号，OK，这个才对，因为这个可能是水银，它往上吐了，往上吐就看上沿，往下凹就看下沿啊，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这个，你看这个有一部分的同学，30%的同学。选的另外的这一个，好，你要注意那个线哦，到底对上面的还是对下面的啊，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就是取胜就在于细节了。OK，